Hey you. Come over here. 阿凯带你做咩特别介绍？好话啦，大家一齐望下后边呢度咧，其实就叫做东大门设计广场。其实佢系今年四月先正式开幕嘅，系由伊拉克嘅一个英国嘅知名建筑师，佢女仔嚟噶，个名叫做扎哈哈蒂设计而成嘅。而佢嘅特色咧就系佢绝对冇直线同埋绝对冇棱角，咁所以睇落去咧就似太空船啦。咁事不宜迟啦，我哋出发啦！将给我送挥呀，那个要端给我热茶，快快拍下句话题作家，影影今天的高赞吧，数数发色指甲号码呀，照照眼影一抹抹下，我要我每个想法浪漫地实现，色调装饰了我每一天，布鲁塞尔去到首尔，亮丽地露面，景福宫站坐落在巡游路线，没有一刻停顿过，敢不敢亲我？没有一刻停止过，若你很想留住我，照点捉紧你，我正高姿态的闪过。欧亭洞是韩国的著名购物热点来的，都是走一些高档的路线的，就是这里的时装和潮流的指标。是啊，还有商场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特色的咖啡啊、餐厅啊，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在这里消费的。怪不得这里有这么多后生仔啦，连天国的街车都在这里取景啊。是啊，喂，你这么急去哪里？我们shopping， 拜拜。将可充印我每一天，布鲁塞尔去到首尔，亮丽地露面，光之魔术调动着谁来遇见？没有一刻停顿过，敢不敢亲我？没有一刻停止过，若你很想留住我。